鄉親大家平安，今天是新曆的七月七八，舊曆的六月七六，禮拜一。25歲鐵路警察李承翰處理補票的糾紛，去予亞洲的嫌犯都市。台鐵局早起在嘉義火車頭為李承翰來默哀，也非常感謝在這次的事件，勇敢付出奉獻的每一個人。台鐵的局長張俊元說，會一年一年增加便利的預算，他在車廂和車頭來加裝監視器。另外有民眾來建議說，在嘉義車頭為李承翰踩銅像來紀念。張俊元說，過去沒這個例，但是會努力來推動。鐵路警察李承翰瞬間哀念一分鐘，除了對屬李承翰同時也表揚慰問高雄車班組車長報志宏，以及嘉義站員盧炳如等五個人。事後到現在講到這件事情，報志宏也是我都平靜，很不捨喔，特別是李承翰入庭真的是很不捨。盧炳如接受表揚的時候心情沉重，因為社會大眾應該探討的是嫌犯的殺人動機。這個社會真的很平靜，有一些基層的劳工生活困苦，压力过大才造成这种情形。而且伊嘛强调，设备改进是平常时就应该做过的代志。代替局长张正元表示，2021年会全部改善完成。未来就在我们的努力，李承翰抵抗亚都的嫌犯，勇敢殉职，每一民众想要替伊采纪念雕像。张正元回应，会搁再跟铁路警察局以及各界讨论规划。